选举投票日即将到来，假讯息满天飞，正在破坏台湾的自由民主。周选会向来秉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办理选举，开票时有监察员监察，计票过程公开透明，有专人将结果送往选务中心，登入电脑计票系统，及时上传网站。选举投票日逼近，提醒民众捏造及散布假讯息会涉及侮辱公署或加重诽谤，这是有刑责的，而且还可能违反选罢法，请大家要注意。